范组长买了什么？还有酒，不是把别抹女吧？哎呦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把钱花在这没有用的地方上。小白，你买了什么？魔方，开发智力。啊，也不是无聊的时候赚着玩。这也是无聊的时候赚着玩。对啊，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就是每天把钱花在这种没有用的东西上，我不理解。 姚总监，啊，这些东西很有意思的，它可以集中注意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不是，说到工作，啊，对我有一个策划案，一会儿我发给你，你对着它给我起一份 B 方，衬托我的 A 方。这才是真的没用的东西。